真的不一样呀。就是说吧，就是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啊，就是他回别人呢，就是回了谢谢，然后回我呢是谢谢亲。你们懂吧？亲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这就是一个非常，咱们就是说亲，咱们去亲，可能是亲爱的，也可能是亲亲，也可能是，反正就是亲什么的，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客服不是客服，说什么呢你？你才是客服。大概这三个字大概的意思就是我爱你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，我懂。我真的懂。这表情呢，可能就是说可爱的意思，就是这样子，可爱卖萌。